本节目由 White Car 视频原创制作。都说高手在民间，小米绝这句话真的是一点都不假。这不，最近就有个长途司机嫌前肩顶太麻烦，干脆就自己喷了一种汽车腿。这种汽车腿举起30吨重卡只要10秒，用过的人都竖起大拇指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都说兔子闭起了能咬人，可是这长途车司机闭起了也是分分钟化身发明家的节奏啊！大家都知道，跑长途的时候车子出现爆胎现象是难免的，而要更换车胎就需要用前肩顶先把车子给顶起来。可是前肩顶也不是那么好用的，不仅操作上很麻烦，有前肩顶还支撑不了多大的重量，这一来在外边车子抛锚了，想自己修下车都变成一件难事儿。而这位司机大叔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出了一种前肩顶的替代品——汽车腿。这个汽车腿的底部是个弧形，它能在多种路面上工作，只要把它上端的顶口处对准轴承并固定起来，再发动汽车就能把车子稳稳地顶起来。这样子既节省了时间，安全性也大大提高了。而要想把汽车腿放下来也很简单，只要发动汽车倒车就可以了。不知道这样方便的汽车腿，貌似真没想要吗？